太硬了。嗯，就是硬，主要的问题就是硬。不过看挺有个性的这个。这穿的真不错。没有兜啊。嗯，没有兜。斯特哥尔摩的奥特莱斯。看看有多少品牌，看看价格怎么样，看看有多少品牌。看看汤米吧，我们只能看那个小众品牌。770块钱一个衬衫，这是羽绒服，1680。1680。多少钱？3000。正亮的。跟你那个差不多吧，2450。哎，这便宜啊，都一样一样的吧，是吧？反正一样的，那好几年款了都，这都好几年款了。哎，这还是便宜啊。在韩国买的，这2800多吧？3600多。是吧？3600啥？啊。嗯，这还有红色的款，2170红色的，原价3500，原价3500，那我们在韩国买的还贵呢，好像。嗯。多少年了？嗯，好多年了。这太胖了吧？这肯定暖这个。嗯，你得再大一码。嗯。是。现在东西质量好，而且还那个没有那么太贵。但是这天冷的话，能不能冻得嘎吱嘎吱响啊？是啊，像穿个塑料袋似的，这显得特别胖啊，这不太好看。在他们家逛完了，没啥好款，再去其他家逛一下。但这边折扣都不算太大，马上要圣诞了，今天还周末，800多块钱，他们家衣服便宜。嗯，具体什么牌子不认识。嗯。这棉服。这边2499的，他们家折扣就大了。3M。3M 材料。哎，这599，这裤子其实买个行。太薄了。够便宜，就是够便宜。啊，500多的。再换上人民币的就更便宜了。耐克，耐克不看了吧？没啥看的，在国内都不买这个。50%，五折。我这鞋子几百块钱了。好便宜啊。啊。还特别轻啊，姐，特别轻。但这头不好看。嗯，有好多款应该，不能是一个款吧？走，上里面逛一下，好多款吧？啊、这多少钱？这也挺好。600多。嗯。600是吧？啊，特别轻，除了这个经典的特别沉以外，其他的都很轻。这小孩的吗？啊，你看这小孩儿鞋好玩不？好玩不？300多块钱，这个高腰的原价1900，现在1300。便宜。啊，这个500多，他刚才这个是，现在折扣是930了，五折了。卫衣600多。鞋便宜哈，600多。
还是贵啊，真的。我买一个，在这买一个。对呀、啊，在这买双大黄鞋啥的，天不蓝的鞋也行。这换上人民币的话，也就500多块钱一双。但是那个500多那个没有这个价高。嗯，是。哎不，就是他们丹麦产的鞋是吗？五折。还有邮寄，5折，看一下5折吧。这真是不是好看啊？嗯。就看那鞋盒就能看出多少钱，1699这款，这也太贵了。哎，这个还软点啊？在家穿呗。这款多少钱？它没啥款，就这几个款。火柴棍儿。喵。1000块钱一件。打5折，4500。4500打5折，冲锋衣是相当这件了是吧？您这个号码大吧？你试一下，它是都一样的，2600，2600打5折，你把这打开试一下就行了。高泰的冲锋衣是折扣型的，这个品牌在国内很不好买，就码不起来再打折。对，那就要它就行，还挺好，这穿的真不错。没有兜啊？没有兜。现在穿的正好了，是吧？嗯。啊，那挺好，那就它了。码还给我留的吗？对，就给你留的，还有3件都买的。都买了，拿回去卖去。这够花不？这个什么码啊？好像挺大。拿一下，我拉的。什么码 ？S。这小码。这好像都是 S 码，这个里边。我给你们展示一下啊。我套一下吧。啊，对你套一下行。太硬了。就是硬，主要的问题就是硬。不过看挺有个性的这个。对，这就是看着挺有个性的，太硬了，穿着不舒服。对。换一样。这打折的挺好啊，1000块钱的。啊，1500换成人民币没多钱了，也是1000、1100啊，差不多了吧。买了一件小冲锋衣，刚才试那个，也没啥逛的。这里面的牌子特别少，一共就几家，但阿迪、耐克啥都有，但我们俩没有逛，就到这个火柴棍家，主要来他家看一看，其他的也没啥了。点了啊，黑天了，现在几点？3:37。现在下午的3:37，已经都这样了。今天买的这个，这是裤子，挪威的，全是打折的，原价599，现价199，这折扣够用哈。还有这个火柴棍的，一个非常薄的冲锋衣。GoTest 的啊 ，GoTest 冲锋衣，5折，是不是折扣非常低？还有一个滑雪裤，这个牌子的啊，这个牌子还没有了啊，反正是也是打折的，这个牌子的，这也是瑞典的，瑞典的户外。叫峰值吧，是吧？嗯。什么巅峰的？峰值应该是。打完折也是1000，原来也有个折扣啊，下边的。原来是2000。写的是2000，打完折是1000，但是还有原价价格，那个标牌已经没有了。这样的裤子都长，因为那个欧洲人腿本来也长，你这腿本来也不短。穿上鞋就好了。挺好，关键是折扣高，价钱就是
也是挺合算的，因为它这个瑞典这个瑞朗啊，合人民币将近是打七几折吧的，是吧？这个559，560块钱，合人民币就是391块钱，这个1000块钱呢就是700人民币。这个瑞典奥莱也就这么些产品，是吧？而且这个价格的折扣啊，我感觉吧还挺高的。好了，这视频拍到这儿了，我也行，啊，下视频见，再见。